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看这里看那里看那里看那里。12月31号晚上欢歌年度盛典，我不仅能会担任主持人，也会带来我的新歌手唱表演主曲哦。所以请大家呢记得一定要锁定12月31号晚上6点，在欢歌卡拉星球年度盛典 Party 上面见啦！赶快上欢歌 APP 就可以报名，还有很多的大奖等着你哦。到时候12月31号，我们不见不散。